接话吧。我说你来查监控视影，课程内容主要会是什么？然后怎么会选在野柳办？嗯、啊，这个，如果在市区以上哦，上两个钟头，有时候大家进进出出的，所以离台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确保大家可以至少都留在这里。那我们课程内容大概会包含哪些？那个、哦，你上了就知道了。对啊，当然有很多要，其实更重要的是党内共识的，我们一些重要议题。哦，其实不是上课，其实最多是更多是座谈会，就是说这些主委对大家对今年的选举有、哦、要准备哪些东西，每个各县市主委的看法，还有我们这些党籍立委跟发言人的一些重大议题，大家先沟通，免得说在发言的时候彼此不一样。那你怎么看郭台铭今天晚上要七成访美，会觉得说在跟你互别没有同？不会的，鸿海是一个国际企业嘛，他本来就需要跟。在世界各国有活动嘛，那美国当然不例外。那所以如果他去拜访一些美国的智库啦，或者是这种特别是生技产业的学术单位，就是很正常啊。那会不会担心说他访问的层级比你高？事情有没有跟你聊过这个？没有啊，这个就不要想太多了。一个大企业本来就一个这么大企业，跟世界各国不管是智库啦或学术单位，有来往，这很正常。那陈佩琪说他退休可能会选择2028区域立委，那主席怎么看？那他适合选哪一区吗？这个哦，一定像这个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穿凿附会。他有时候他选吗？不会的。他只是说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对一些政治议题的看法，叫他选举，他不会去选举的。那我想请教，就是这一次这个洪都拉斯断交啊，那过去常吹嘘说台美关系好，但这一次好像对于实质上邦交国上是没有注意，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吹嘘台美关系的这个功夫拿去多营在这个邦交国来去营造？那、啊、台美关系本来就没有保证可以维系这些邦交国家嘛，我倒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美国国家还是会寻求它的最大利益。那只是说台湾也不，我也不赞成说现在这种军援外交的竞赛，哦，就是还是这样的，做什么事情哦，我们英文叫 cost effective 啊，成本效益。我们当然很希望有很多邦交嘛，哦，哎呀，看那个成本，那一点呢，固然台湾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在经济状况比较哦，有一些援外，你知道哈，不管是以前农耕队啦或什么。这个本来是 OK 的，本来台湾就应该要去援助一些更需要的国家，那不过那个是、哦、有需要去援助嘛，但是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所以我倒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平常心，你知道，然后符合成本效益，啊、也符合国际的这种外交的这种规范，那、啊、这样就好了。我现在怎么看哦？现在中国不断的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这会影响到你未来出访中国的意愿吗？目前我们还是没有出访中国的计划的，但是这样，啊，这就是每次讲那个西风跟太阳的故事，中国大陆不是、啊、台湾海峡的距离是固定的，但是两岸的人心是的距离是会变化的，所以北京政府对于怎么去处理台湾。人民的看法，就是还是他们自己要去思考。那另外怎么看吴钊燮在这个记者会上说鼓励双重承认，就是请邦交非邦交国都可以承认中国跟台湾，但是这样子会不会反而影响到这个实质上我们外交上面的利益，包含说要我们的邦交国承认中共吗？这个我相信哦，我不晓得他算不算是他的私言，因为这个这样哦，这种重大事件你知道吗，他还是要说明清楚啊，是这样，他是鼓励两个中国吗？还是鼓励一中一台？还是怎样？这个有时候你说双重承认嘛，还是各承认什么？这个要讲清楚。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啊，这个有时候我看一看，我会说再看看，因为我不晓得他讲这一句话，人是这样的啊，我们当外科医生就知道，每个外科医生开刀死亡率是零嘛。只是开到死亡率好的比较低这样吧，我也不认为说，其实外交部长有时候也讲错话，哦，他现在说双重承认是怎样的承认？那你要先讲清楚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就他讲了嘛，哦，我们可以要求说，请外交部再厘清一遍，你到底是你的双重承认是指什么意思？好，再提。那现在台红断交啊，你觉得马英九在这时候访中适合？
其实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这个当然这样的哦，有100万的台商在大陆啦，大陆占台湾出口43%的啦，哦，那这些 OK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总是我们跟大陆还是有些来往，也要有人去关心，这个没问题。再来就是说法律上面合法嘛，但是这样的哦，我如果以一个国民啊，或是说一个政党领袖在看这件事情啊，因为马英九访中跟蔡英文访美时辰竟然一样，这绝对不是巧合哦。那但是这样的哦，如果这个各自访问在彼此之间是有默契的，是配合的哦，那就是说我们也要让两边的都知道说。让中国大陆说，哦，我不是完全去美国，我来中国。如果是大家都是有配合的，这个还好。我现在最怕的是各干各，哇，这就麻烦了。所以常常这样啊，处理两岸关系呢，最重要是要先有国内的共识。所以老实讲，这一次马英九总统访中嘛，蔡英文总统访美，我做一个科学家了。在几率上会时间刚刚好，这不太可能。那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有意义的行动是我们内部有共识的，还是没有共识的？如果是里面各干各的，哇，这个就台湾的政治危机了。这表示我们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啊。那当然，也许他们真的两边都有协调过，那是要唱双簧，那就还好。但是我是不晓得，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这常常是这样的。这种复杂的问题呢，有时候也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讨论。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台湾是一个团结的台湾嘛，哈，不是各干各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各干各的，你知道哈，各行其事，那这个真的就是台湾的危机了。因为他们出访，还包括说郭台铭也出访，会不会担心说你自己出访的新闻被冲淡？是不是有一小点？我倒觉得还蛮刚好，因为三个都是4月7号回来。4月8号换我出国，我包办所有的新闻。好，谢谢，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哦。